家好，这里是台十一线白虾海新水产行，我是王品新，谢谢大家的购买和支持。我们的白虾全程不采用任何的药物，我们以最天然的水藻养殖法来提供给你最新鲜、最健康的白虾。我们的白虾是南美对虾，大约是在15年前引进台湾。一刚开始最早都是在西部繁殖，但是因为环境跟水质的因素，后来移植到东部来试验。由于东部的海水的优势，干净无工业污染，以及充沛的阳光与温度，让白虾在台东这里的成长率及换肉率非常的高，也因此白虾在台东这部分的生产率是台湾之冠，没有第一就是第二。我们这里的台东的养殖方式大部分都是纯粹依靠阳光、海水，然后来培养我们池里的菌藻。因为虾子密度高，它水质不稳定，然后这几年来我们会考虑用类似西部的混养方法，但是我们不打算把鱼跟虾子混养在一起，我们把它们分开来，然后利用鱼的藻类它培养出的菌种，然后加入我们虾池里面做水质的调养调和，让水质变得比较翠绿、比较稳定。水质稳定，我们虾子就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全程不采用任何的药物，我们提供最健康、最安心的白虾给我们的消费者。自己吃的安心，用的安心，我们才敢推荐给你们。谢谢你们。